小豆，嘿，这个小豆豆啊，这个哈士奇是哺乳完以后呢，需要给它补营养。这个杜宾呢，很有可能怀上了，这个也要加营养。但是咱们啊，平时喂食的过程中就开始训练它们这个进食的情况。我现在需要等的就是让这个哈士奇等它坐下来，这方面它不如杜宾做得好。这个杜宾呢一直在看着我，而那哈士奇呢一直看着食物，这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情况。杜宾呢是完全把注意力放在我身上的，而哈士奇注意力全在食物上面，它在等我的口令。其实它也在等我的口令，只不过它的那个方式不对，我需要它等下来。嘘，豆豆，好，现在哈士奇也坐下来了，坐好了，坐稳了，咱们就可以让它吃东西。OK， 在这儿呢，我想提一句，如果你家当中养的是两条狗，食盆一定要分开。分开以后，这个情况下一定要注意，如果其中有一个吃的比较快，它要去抢另一个，主人最好要干预一下，不要任其发展，要不然这只狗呢会越来越强势，越来越强势，它的麻烦就比较多。因为他是在努力的就是提高自己的地位，去掌控这个局面，抢食物就是最基本的这种体现。其实家当中如果两只狗的话能够和平相处是挺不容易的，作为狗的主人你有一个绝对的掌控权，也就是这里面我是老大，你们两个都不能乱来，这样可以。这只哈士奇的话就比较强势，他总是抢着一只杜宾的东西，一抢食物两个就容易打架，对吧？看到没有，抢食物这个现象呢体现在幼犬的情况下比较多，从小他们就是比较强势呢去抢东西。艾米，艾米，来，豆豆，来，豆豆，和平相处可以得到奖励，如果打架的话你就要受到惩罚，是不是？好了，其实每天我们在给狗喂食的时候吧，就是一个训练的好机会。咱们养狗并不是说只让它吃饱了喝足了就完事了，咱们要跟它互动，要教它怎么来遵循这个规则，咱们要教它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哈士奇的性格呢相对来说是比较懒散一点，刚才看见了它总是盯着食物，根本就没看着我。而且呢它的这只狗呢虽然说作为母犬它很强势的，在所有的这个母犬当中它特别容易惹事，喜欢欺负别人，那这样我就专门要打压它，最起码我在这个环境当中呢它不敢乱来，对吧？被你欺负的母狗可多了去了，是不是豆豆？嗯，杜宾都不敢靠近。艾米，来，真棒。那今天早上就是通过这个情况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平时的训狗的一些小日常，没有什么太多的技巧，就是一些细节和耐心。如果我们什么地方做的不好的话，希望大家能帮我们提出来，我们继续改进，继续努力。就这样，拜拜。